Hello，大家好，我是永恒。那么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了。哎，这里的话呢，咱们是书接上回，是吧？上一局的这个黄盖过了之后呢，这一关呢，随到了这个火烧连营，来到了这个幻境这一关。那么呢，这一关的话呢，咱们就是直接啊，用这个火箭快速的杀一杀了啊，因为呢，现在是分儿也不缺了，道具也不缺了，现在缺的呢就是一个快速通关，咱们呢直接往前走。这里的话呢，咱们回顾一下前期啊，前期的话呢是这个在前面呢捡到了这个爆剑啊，上一关的黄盖那关呢捡了一个爆剑，然后的话呢在黄盖之前的那一关呢捡了一个七星剑，咱们的身上现在呢是一个五剑是吧？还差一把这个电剑啊，电剑呢不是差一把电剑是吧？还差一把毒剑，毒剑的获取条件是什么呢？毒剑的获取条件呢是你身上有和氏璧，并且呢你身上有电剑啊，这两个东西呢一起在的时候呢你才能获得这个毒剑啊。然后呢咱们一关一关来看，现在的话呢目前呢我已经过了五关了，是过了五关吧，然后呢这个后面呢还有三关啊，这关是一关，下一关呢有一个这个三国归统，还有一关这个附加的关是那个叫决战逍遥津。那么咱们继续，我这里呢两次进洞呢是为了拿一个这个什么，拿一个这个图标啊，这里呢捡上战友金，目前已经三发战友金。之后呢这个啊继续呢火箭的快速杀兵，没什么好说的。然后呢往里走啊，身上的格子呢现在已经是越发越不够用了是吧。然后呢这里是继续杀一个豹子，装一个毒气筒，捡不了了，往里走。这里呢进竹林，咱们去竹林的话呢打一打孟获，看看呢能爆出什么东西是吧。虽然说呢爆出来的东西呢我已经都不需要了，但是呢也打一打试试啊，看看能爆什么东西啊。这毕竟这个随机的之类的东西的话呢，大家应该是比较乐意看。这里呢打孟获一个幻境连啊，孟获怕爆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再来一套幻境连呢，直接拿下这个孟获啊。这里呢咱们找个位置，哎，这个位置我很机智，你看见了吗？往左 A 了两下之后呢，明显往左不能撞了，那我就赶紧往右撞啊。往右撞呢打一个幻境连，爆了一个好吧，什么都没爆着。其实呢我来呢这里就是为了跟白神再见一面是吧。伴随着白神高呼一次救命啊，咱们的这个啊往下走，去这个下边这个路线。这里的话呢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小怪呢给他杀一杀啊，宰一宰，哎，全搞定之后呢换一个冰剑，换一个铁剑切一个冰剑。这里的话呢是打一个沙漠冰剑的幻境连啊，我一打他就笑，哎不错，我一打他又笑，哎你怎么这么开心，哎这里来了破招，打一个冰剑幻境连，一次性给他打跑。哎这血量好像跑不了啊，那这血量跑不了的话呢，对不起了兄弟，我可能就啊把你留在这儿了。再来一套幻境连直接带走，哎没死剩一百血，敲一下带走他。这里的话呢杀他与不杀的呢其实都没什么用啊，都没什么用。那杀他的话呢多一个令牌，令牌我没有啊，毒气筒捡满了啊，然后呢莲花也捡满了，什么都捡满了。那么呢咱们就直接走，直接呢去到这个下一个啊，下一个这个场景，来到了这个铁甲。电剑杀铁甲，火箭杀豹子，然后的话呢这个啊到幻境里我看一眼道具盒，没什么要捡的。打死吕布的话呢没有剑了，和氏璧我有了、啊、然后呢吕布抱个小黄书，我身上有格能捡啊，我身上已经有小黄书了能捡。鞋子我不需要啊，是没有任何需要的道具了，所以说呢不用清背面道具盒。然后呢来破阵，火箭杀前两批，莲花杀第三批，第四批水兵火箭杀啊，第五批铁甲莲花杀。然后的话呢这个吕布呢还是挺厉害的，这吕布的话呢能变成真吕布啊，有点东西。这里我们来看吕布登场，我一个莲花清掉了所有的这个动物，然后呢补一个毒气爆气，八二 A 蹲打火箭伤害，八二 A 蹲打火箭伤害，六六 A 啊完事，一套四一打满跟他抢招，用八二 A 呢打他这个隐身，然后呢继续同样的招子呢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然后呢再来八二 A 再打他隐身，可以的，再来，这里打了六六 A 啊，然后呢，最后还有一套，跑位，放倒，追地带走，然后的话呢，吕布并没死啊，你看他写的真吕布，他要变身了，这里呢，我赶紧暴击呼个水，因为的话呢，他会用个飞沙走石，这个飞沙走石的话呢，我需要用呼水躲一下，打他一下没怎么掉血啊，这里用飞碟，飞碟的话呢，打蹲打，然后呢，八二 A 蹲打八二 A 啊，没八 A 啊，打一个六六 A， 这样的话呢，是最大化的打这个火箭的一个输出。躲一下飞碟，再来一套蹲打，站起来双打，两套打吕布一管血，很疼。这里呢继续跑位，再飞碟，再蹲打八二 A， 蹲打双打，还没死，我准备 AB 了，准备 AB 了。这里呢直接一个 AB， 他砸我，然后再一个 AB 带走。OK， 这样吕布就搞定。我们来看吕布爆的东西，有用的是加血、小黄书、隐身衣，哎，然后呢发现这个和氏璧不能再捡了啊，和氏璧呢已经是有一个了，不能捡俩。不能重叠，
OK， 那么呢，这个幻境吕布就打完了。然后呢，这里你看顶上还有一个诸葛亮啊，这关的 BOSS 是诸葛亮，但是左慈了。然后呢，我开始继续杀啊，继续杀。之后呢，这关呢有一个马超，马超怎么出来呢？马超就像张辽那么出来啊，就跟青满张辽一样，下批兵留一个就是马超了。但是呢，我不需要他，马超报一个风书。然后的话呢，如果你有这个曹操啊，曹操击杀马超的话呢，会报一个铠甲。这些呢都是我不太需要的啊，不是不需要，因为我没有这个曹操这个援军令啊，所以说呢打不出来。那么呢这批兵的话呢，我也不想让莲花清，我就把这批兵偷没。然后呢这里呢代替陆逊出场的 BOSS 呢是一个赵云啊，子龙啊，子龙你怎么变了？这里的子龙开场是肯定往右一个必杀，固定套路。这里呢调个多，等子龙必杀快捷速呢我丢个多啊，打他一套连招。现在呢我是一个五剑，五剑的话呢这个加成跟四剑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然后这里继续攻击。哎，这里被小军打了。我这里现在有没有加成了？我也看不懂啊，好像没了呢。又，诸葛亮闪不闪了？各位，我都感觉我攻击力有点低呢，好像没加成了。现在啊，这是没加成了，我确定了。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加成怎么就突然没了啊，不知道怎么就突然没了，反正挺奇怪的这个游戏。这里呢，继续 AB， 连续的 AB 呢，杀掉这个赵云。然后呢，换了个七星剑，吸口血啊，骂着也是肉是吧？啊，小吸一口，捡个飞碟啊，捡个这个鸡腿。然后呢诸葛亮这个人呢死了之后呢会爆发张灵剑，跟左慈爆的东西一样，所以说呢我这里是调个张灵剑，先给他来发连点，先让他明白啊，出门放八卦阵我并不是拿你没有办法啊，发连点。然后呢丢一个衣服啊，我这里是记错了，我以为诸葛亮死了爆衣服呢，结果他死了爆。我这里有才注意啊，我当时打的时候我都没注意啊，现在我才发现，我说我这当时怎么打这么慢呢，原来四剑的效果没了，有点神奇，怎么没的呢？啊，我不想知道他是怎么来的，我就想知道他是怎么没的。这里继续再来一套 AB， 然后呢足气等压起身丢满了，但是也毒中了，那再打了一套，哎，打个八，然后呢继续想压没压到。然后这里呢我一考虑算了护水吧，啊，这诸葛亮很讨厌啊，等他护起水来呢我就不好玩了，所以说呢我先于他呢先护个水，这个气的话呢下关怎么打都有，所以说呢不要这个吝啬这个气啊，一顿小护水直接拿下，然后呢再来。没死，最后一个护水刚好带走，问题不大，搞定。护水带走之后，我们来看啊，来看一下这个爆什么啊？你看这里多了个神仙笔，没有爆动物书是吧？正常来讲呢，会爆一个动物书。然后呢，这个毒气筒为什么我丢这么废呢？因为的话，下关我要捡个时间器啊。这个游戏的话呢，真的是啊，最后一关特别缺时间。然而，时间器的数量呢，远远不够啊，我只能说远远不够。这关呢打了好多的 boss， 加了1800吧，这分真的是没少加。然后呢这个当你身上有电剑跟和氏璧都在包里的时候呢，三国归一统这关啊，咱们呢直接往下跑，以前那个门在上边，这个门在下边，直接往右下跑，看不看见各位，上边那个小木头桩子下边正对应的呢就是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一个毒剑的一个啊，捡毒剑的一个这什么啊，捡毒剑的一个这个地方。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呢这里边呢那个应该是刀兵令啊，刀兵令没什么用。然后呢这里边的这个场景的话呢，熟悉119的玩家应该都知道，就是119的这个电道是吧，119的电道。然后呢我很好奇啊，左上角进去的话呢是这个风云电道的场景，我往里进了一下发现没有地图。然后的话呢这个桶很意外还能打出东西来，我当时打出来我感觉挺意外的，捡个战角筋啊，然后呢这里继续揍他们啊，这大锅里边还给我留点吃的，好人好人。然后呢我这里的话呢还是没有这个四剑的效果，我现在我这个是才发现啊，当时打的时候真没注意。那么呢这里吃点压血啊，继续攻击。我这里的话呢这个感觉气够了，我开始加点气，气够了呢拿属性剑一下一个啊，拿这个小兵对应的属性剑呢一下一个给他们都快速的杀一杀啊，要不然的话呢太慢了。这里呢换了个七星剑，我是不换错了，哦这里没有啊，吸口血。然后呢这里继续爆剑，换个火箭，因为呢爆剑打死这个怪的话呢爆炸那一下比如耽误时间啊，我看着有点不爽。然后呢这里冰剑，胖子是一下一个啊，这里继续再清杀快的，因为呢现在已经1-7了，过关分数的话呢有个将近2000万，怎么都将2亿的命了，所以说我不再需要分数了，只需要打快点就可以了。换电剑，这里的话呢会有铁甲，然后呢这里顺道把这哎拆一拆发现还有加血啊，很有意思。爆了一个包子，这里继续 A 再OK 啊，继续。然后的话呢正好待会儿捡毒剑的时候呢把和氏璧一丢啊，毒剑就来了，格子也不缺。然后呢这里接着杀啊，这跟119天道呢就完全一样了，完全一样。然后这里是继续啊，小兵全给他宰掉一个都不留。
读取筒说实话剪不剪无所谓了，等一会儿的话呢就要把读取筒丢掉剪时间了啊，因为这玩意儿太缺时间了。这里继续攻击，好，全搞定，往前走。然后这个门的话呢，前面那个门不能进，那这个门自然也是不能进了啊。你看这里是吧，这里呢去尝试一下不能进。然后呢快速的清兵啊，这个对应的兵火箭，对应的兵兵箭，下一批是水兵，还是掏出火箭攻击啊，攻击。然后呢下一波兵是这个对应的这个啊兵箭兵啊，兵箭给他捅死。这里呢打一个跳拳，好，跳起来没出来拳。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我延迟的这个程度是吧，我连个跳拳都没出来，这有的时候感觉真的是想笑。然后这里是继续啊，水兵，水兵怕火，捅捅、啊、他们还挺欢实的，你看这个小兵连窜两下。之后这个毒气门一定要进，哎，这毒气门一定要进，这个呢是119的这个这个电道啊，最后一个门。而这个门里的话呢，底下这个啊全能打，这个血书没用，时间器必备。然后呢这个雨书没格了啊，没格了。右下角这是什么东西，莲花，我捡一下。然后这里一定要注意啊，各位，右上角那个箱子里面就是这个毒箭，但是你不能手里拿电箭去打啊。有的时候如果你说你拿电箭杀铁甲杀顺手了，你用这个你用这个什么，你用这个电箭去打这个箱子，那么恭喜你就没有毒箭了。这个毒箭呢必须得是你包里有和氏璧，有电箭，你去给它打开才有毒箭啊。然后呢这里六箭七了，各位，哎，又有四箭加成了，看不着闪光了啊。这游戏我是看懂了，要么减要么减那啥，要么减四件，要么减六件，别减五件，五件没有加成。掏出这把七星剑吸点血，然后我这里我一看，哎，这个是不是啊，这个攻击力比这个铁剑高，回来了啊，七这个伤害它又回来了。它诸葛亮又闪了是吧 ?OK, 这里呢跳下去之后呢也跟119一样来到了这个最后一个场景啊，三国归一统的最后一个场景。这里的话呢是好多的小大兵，所以说呢我拿出与之对应的属性剑，我想看一看这个诸葛亮啊，这个用这个对应的属性剑呢，这个快速杀能不能把这帮怪在这个时间啊，在这个规定时间内给他杀完，就是说这个时间器能不能省下来啊，我在看这个事儿。这里呢是啊，这不行，换一个暴剑，忍者怕暴剑，然后拿着暴剑接着捅，换一个电剑，因为他马上要来那个铁甲兵了啊，就是接着捅，换个电剑。哎，还不是，换错了，这帮兵是怕兵箭，那么这小胖子用兵箭一下捅死，捅捅捅，全捅死。下一批应该是铁甲了吧，啊，多少玩过几次记着点。哎，好，铁甲捅死。前面的话呢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茫茫多的 boss 了，那这些 boss 的话呢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是吧， BCD、没什么好说的，一个 BCD 啊，带他们走五 boss 啊，这个双夏侯、许褚、张辽、吕布啊，这五个人的话呢，吕布毫无疑问是最扛打的。然后呢我这个护水的话呢朝右护啊，乐意谁谁啊，反正呢全给他护倒了，然后继续再护第四个水，然后呢再爆一个气啊，因为的话呢这个这些兵打这些怪打完之后呢还有小多的好多的小杂兵啊，小杂兵呢加气用，再爆气再护，不护也没什么好办法是吧，要不扔隐身衣，要不扔无敌招啊，要不扔无敌必杀，反正呢这个怪多的话呢 boss 太多的没有操作空间，只能这样。这里呢吕布，哎，他想加戏吗？哎呦，我赶紧护水。这吕布想瞄我啊，就这个，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吕布躲了两个水，好厉害啊，神一般的人物。不知道吕布还有多少血了，我这里换个火箭想给他捅死，换个火箭捅死完事儿啊。然后呢切切铁剑清兵加气，因为他的属性剑加气慢，所以说呢我必须得用这个铁剑啊。这里我调好时间器，这时间一看就不够了是吧，我连续的呼了八个呼风唤雨啊，这时间怎么可能能够呢。然后这里是再继续啊，再继续再继续再继续攻击他们啊，这里蹲打一下一个，我这里呢还是想尽快的打一打。然后这怪打我还有掉血了，我不开心了，我吸回来，吸回来，不打我掉血吗？哎，我一波兵吸回来，再换铁剑再加气，好，继续攻击这波兵，蹲打站打蹲打站打啊，继续攻击。OK, 那然后呢还有最后一批兵，这个轻骑兵啊，这轻骑兵的话呢我直接就是站起来三下一个狂捅了，反正呢这个在四箭加成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兵也不堪一击，往前走两匹马直接走啊，这就 hurry up 了啊，后边还有两匹兵马，还有五波兵，这肯定是不够的。然后我一看电箭捅着铁马也不疼，时间器果断扔，这肯定是攒不下来了，这没什么好说的了是吧，这时间器要是能攒下来就怪了。这里的话呢把时间器丢掉，时间呢恢复到99秒啊，然后的话呢最后一关还有时间不够的地方啊，然后呢还哪有时间器我就不知道了，你说这玩意儿就做的气不气人啊，这个对诸葛亮这一点或多或少有点不太公平是吧，打打时间就不够了，你说这
多遭罪。 OK 啊，这里的话呢，我还是看一看我身上的一些剑啊，这个好像一把都用不上，恕我直言啊，捡了一大堆能用上的还是那把铁剑，我何苦捡他们呢。这里的话呢是换了一个七星剑啊，这把剑是不是还能掏出来用一用，吸点血，我把血吸满。这个豹子的话呢，你看是吧，或多或少还能啊加一加啊，补一补血啊，就是这攻击力实在是太弱了。OK， 豹子吸满之后换一个火箭，请老虎啊，因为这气已经够用了，所以说呢火箭清一下，快点杀啊。下一批的话呢是熊啊，也用火箭呢给一下清一下。最后一批呢火牛啊，火牛的话呢我不太确定是火箭打了疼还是冰箭打了疼，待会儿咱试试。火牛登场，我呢这里是直接 A 一下，发现没死，那么我就懂了啊，应该是冰箭。这里的话呢，我再把眼前的冰 A 倒，然后呢切一个冰箭，切一个冰箭，找满血的牛试一下，你就给满血的牛看一下 A 没 S。这帮牛还是很欢实的，一下 S 果然是冰箭。最后一波铁骑那是电箭，没什么好说的了。电箭清，电箭清。那这里的话呢，司马懿要登场，我换一个铁箭。司马懿登场之后呢，我得护水，因为的话呢有小兵，而且呢这个司马懿啊，我这里是在爆气啊，各位，你可能会觉得傻不愣登的朝着一个屏幕跳是干啥的，爆气摁不出来啊，没有组合键啊，这就是我傻不愣登跳的原因。然后呢司马懿呢这个无论他怎么变啊，他依然是害怕这个出来的大水是吧，这明显呢这个两个大水一块血，两个大水一块血，但是呢护不了四个，因为他马上要笑了。之后的话呢，这个毒箭呢，咱捡了别不用，是吧？这个版本的话呢，毒箭对司马懿有丧良心的加成啊，我给大家试一下。如果是 B 诸葛的话呢，爆一个气，直接就是对着司马懿 A 他就死了。哦，我这里的话呢是 A 诸葛，爆气没无限连，所以说呢我也不用爆气了。你看我 A 他几下 P， 然后呢我想接一个 AAB 还 A 反了啊，这里就能看出这个毒箭打司马懿的伤害是吧？最后呢我这是故意让他打我一下骗个气啊，把这个气骗满再杀他加一个气，因为他最后一关我还用气，这里呢丢掉我心爱的七星灯。因为呢如果你不丢七星灯留一个道具盒捡这个雷神锤，那么呢你将啊不会打最后一关啊，最后一关就没有了。进入最后一关的条件呢是身上啊一批有雷神锤，然后呢这个最后一关呢不能揭秘啊，这就是进入最后一关的条件。然后咱们找曹操，这是呢倒数第二关的终极 boss 啊，这里不要傻傻的把道具都丢光，因为的话呢还有一关。然后呢曹操这里的话呢我用地标打，因为这个曹操的话呢受到了加强，他这个隐身的话是一个无敌隐身，除了无敌，不像风云再起那样，曹操一隐身，你诸葛亮六六 A 过去跟他抢能抢，这里抢不了了啊！隐身是无敌，你看我这里都躲着是吧？都躲着，然后的话呢，找机会图标整了一下子，这里是直接抢了他一招，抢了一个平砍，这伤害又回来了是吧？啊，我这个诸葛亮的伤害啊，再次回归，你看他这个轮也是无敌的，看见了吧？这个大轮的招是改成无敌的了，图标都没炸停，这里继续往上窜一步，别让铁甲上来，哎，再挨一下把铁甲杀死。然后找个机会再毒镖没中啊，这里直接顶没顶上，快跑啊快跑，他隐身无敌，这里呢直接打他一个败招啊，俗称的破定。打完破定之后呢还没死，我这里呢准备是啊随便揍他一下给他搞定啊，结果的话呢这个啊他还不太让搞，连续的防御，这里呢我看跑不起来，我是真跑不起来，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出来啊，我斜着跑跑不起来，本来这个毒镖我不想扔的，最后呢迫于无奈的扔个毒镖。然后呢我调一个爆剑下关用啊，然后呢这个铁甲呢我给它爆一下，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减加血，因为呢这个小兵尸体不消失呢它不结算啊，所以说的话呢这个爆剑杀这个铁甲呢是啊让自己呢能有更多的时间减一个人身减一个大坛，这样的话呢咱们是一个满状态来到了本游戏的最后一关啊。我们来看本游戏的最后一关决战逍遥津啊，这里呢左慈是在这登场，一开场的话呢是就是六个小兵，六个棍兵加一个孟获，所有人都怕爆剑，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曹操死亡的时候切爆剑的原因啊，就在这儿。然后呢用这个爆剑呢捅一捅，这帮棍兵就没了，捅没了之后呢再用这个铁剑呢随便这个打一打这两个孟获，随便打一打就完事了。这里打一个 A 对 A 站 A 换剑，连不上算了吧，真的是连不上。这里是继续打一打啊，继续左右打一打，打一套。那么下一批的话呢是俩马带一堆马啊，咱们呢用莲花清一清，一个两个三个，好像清没了，这里不打算再丢了，清没了就不丢了。这里呢开个 AB 小马清掉啊，还剩大马，大马的话呢这里随便清一清就可以了，什么 AAP 八连七连随便走一走打死就完事了。这里呢交个 AB， 因为那气里边有加血，气里边加五马呢还能吸啊，有个七星剑打点小杂兵还能吸一吸，这里再来一套再见没死，随便补一下。OK， 那现在是一个满气，满气的话呢咱们往里走啊。为啥我司马懿呢骗个气的打个气呢，因为我这个没有头盔没有加气速度，最后一关还是挺缺气的，这里呢拿七星剑吸一下，吃口包子满了 OK 了。
之后啊，攻击一下。然后呢，这个画面啊，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诸葛亮怎么打时间能够啊。这里的话呢，左慈呢会有好多的这个 boss， 我开场呢选择 BCD， 清一下这个 boss。你看四个 boss 是吧？黄盖、陆逊、吕蒙和这个孙姬啊。然后的话呢，我去湖水先清他们一下。然后的话呢，再单挑左慈啊，这就是我这个一个小思路啊，准备继续。再呼一口水。哎，这样的话呢，其余这些 boss 应该全死了，就剩一个单左慈了。那么呢，我们来打这个单左慈。左慈自然是火箭，这没什么好说的了。然后的话呢，开始我还没啊忘记了这个时间的问题啊。当我这个打一半之后想起来了，我得 AB 他，时间不够是吧？时间完全不够啊。这里呢，他就顶我一下，我这里给他逼到角落 ，BA 没 BA 上。这里呢，我还想着慢慢打，这里 A 还没 A 到，再 BA， 背铁甲再 BA， 再 BA， 一下伤害还是不错的。其实呢，如果想打快点呢，这个左慈啊，最好是。我不知道，就是一开始出门啊，顶着那几个 boss 一只 AB 左慈时间能不能够？因为的话呢，前面还有好多的 boss， 我感觉这个诸葛亮时间是不能够。我用关羽打时间都是刚刚够啊，这个诸葛亮我觉得还是没有关羽能够攻击力。那这里又开始 AB 了，终于想起来了，时间不够，我还不 AB， 我等啥呢？这里快速的 AB 这个输出呢，直接就是更上一层楼了，是吧？比这个 BA 是要强得多。这里他又跑了，继续黑左慈是挺讨厌的，来回跑。再一个 AB 直接拿下，然后左慈爆好多叠加血，我早就给 AB 了。那左慈爆的叠加血足够多是吧？往前走，这里呢我要切一个铁剑，因为的话呢这儿啊扎兰一拆的话呢有一帮的这个 boss， 哎还没拖出来，再拖一下一帮的 boss， 先把这四个小老弟给他打死。来了四个 boss， 魏延、许褚、曹彰、曹丕，我这里呢换了个电剑想去打一套幻剑连，结果呢许褚给我阻止了。我这里呢是调一个毒标啊，调一个毒标。读一下，然后呢我想 CBA 啊换电剑，结果呢 CBA 我也不知道是摁太快还是摁太慢啊，反正没人出来。那这个位置没招了，我再跟他们硬刚呢可能要凉了。我这里呢选择报个 BCD， 然而呢报 BCD 时间又不够了，你说这玩意儿敢不敢干？我就一直就纳闷啊，另外那个时间器给我放哪去了？六剑那条路线啊，这时间怎么可能能够呢？前面呢还有这个貂蝉、吕布一堆铁甲是吧，还有好多这样的 boss。然后在这里继续伴随着这个护水结束啊，应该又有一个 boss 阵亡了吧，果然啊曹丕阵亡。然后呢会出两个新的，我这里呢直接是压个起身一个劈还没死，然后在这里我要准备劈一个雷，劈一下交个 AB、没命中，再交个 AB 把许褚拼死啊，先搞定一个，还有仨，我这里呢还准备慢慢打啊。然而呢就 hurry up 了啊，这现在我就明白了，死了就完事了啊，没什么可留恋的了。这里的话呢一套连招带走夏侯渊啊，这个夏侯惇的话呢就让他滚死我吧，还能加个气儿是吧。这里再来一套啊，再打他一套走，然后呢等待死亡的降临，没有什么办法，邪招没有。那么呢这个新的一命下来呢把夏侯惇打死，然后呢前面如果说 AB 左慈呢我感觉省不了太多时间啊，你说省个十秒你往前走啊，前面你看正好有一堆是吧。曹操不是曹操对了，吕布、貂蝉带六个铁甲，当然了这里不用杀没是吧，你就等那个顶上那个船啊船进来就好了。然后的话呢这里如果想时间够的话呢你得 AB 左慈 AB 左慈，然后的话呢那些武将呢你得跟他们硬拼，护水不行，护水肯定不够，护水攻击力太低了。所以说呢诸葛亮时间也是可以够的，只不过的话呢你看这个船晃晃悠走过来的话呢是正好十秒，然后呢加上这个怪死了过场景，你得在左慈的省出十五六秒才够啊，才够过这个地图，时间正好。这里呢再被打倒我不能再跟他们玩了，我得走了啊，再不走我命要没了。然后这个位置我们来看一下，换一个铁剑打点气，因为这里好多加血啊，我不需要啊这个用这个剑来吸血啊是吧，完全不需要。哎这就等于加满了，无所谓了。剩下的话呢我需要是什么呢，我需要是把这个气打满。把气打满，因为前面呢用气的地方还有好多好多。这个位置呢咱是快点打，因为我怕这个画面时间再不够了，那可就坑爹了。这个位置呢气还是不够，所以说呢我没有选择属性那啥铁甲，而选择蹲下打铁甲，把这个气先打够了，完了再唠啊，打气打气啊，再骗个气啊，再打气，好搞定。那么呢前面的话呢是三个神将啊，神夏侯、神吕布、神司马，选择暴气直接呼水。第一个水结束之后呢马上呼第二个水，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再呼一下夏侯渊跟这个吕布，然后呢司马懿刚好削不到你也伤不到司马，这样的话呢再呼第三个水就三个一起了啊，这个护水的节奏很不错。然后再呼第四个啊，再呼第四个夏侯渊可能就去了啊，就再呼第四个，哎
活完第四个之后呢，就剩一个干巴吕布了啊，随便打他一套就完事了。你是扔毒镖扔修剑都行，我记得我捡了个修剑，哎，我挑一个我捡的修剑扎他一下，修剑起一套蹲连，再见。这里的话呢，拆一个栅栏往前走。哦，这里还在拆，我拆一半，我想我拆什么栅栏呢？我直接走就完了呗。这里的铁甲打个气，啊，铁甲打个气。现在呢不用吸血啊，不差点血，真不差点血。前面那个谁啊？前面那个张辽啊，前面那个武神，这些血都是一下死啊。你这些血跟血皮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就不需要再吸了，没有那个必要了。这里呢继续攻击，捡个毒镖啊。虽然说这个毒镖呢，我不知道现在我还留着它干什么，但是呢。啊，下意识的给他捡起来了。这里继续加气啊，因为的话呢，哪怕是最后一个 boss 武神，你没有气，你打他都不掉血，这个诸葛亮啊，必须得有气，暴气 8A 啊，要不然的话呢，打不掉血，打不上连招，很坑，特别坑。这里的话呢，我是调一个这个啊，调一个这个青囊树啊，小黄书终于要用了。这里的五虎将，我呢之前发现呢，我在屏幕最右边的伤害呢，没有在左上角的伤害高啊。这里的话呢，我换了个位置，换到了屏幕的左上角，一本。然后继续再丢一本，结束之后再丢两本，这样的话呢，两本下来呢，这个屏幕呢几乎就不剩什么人了。你看张飞还吃了口包子，但是呢阻止不了你死亡的命运。这里的话呢，张飞吃口包子多停一会儿，剩个诸葛亮没死，追地不能让他活，一个追地带走，那么呢要迎来这个倒数第二个 boss 了。这个 boss 我只能说，这个 boss 我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 boss， 连也连不了，打也打不了啊。然后的话呢，一打就防，一下就死，挺奇怪一个 boss。 这里呢五虎将要击没什么用了，给这个张辽用一用，因为张辽起身特别快啊，没有追地倒地就起，所以说呢一个张辽击呢打两下伤害，虽然说呢这个不疼啊，但是呢这个总体五虎将要击呢下了一管血，还不错吧，还不错。然后呢我再看啊，我看是动物书打的还是怎么打，还是暴气打。我这里呢先用动物书试试，我以为呢我往这个位置走张辽会出来，结果没出来啊，他变成这个小兔子去了左边。这个伤害还是够的，可惜呢我连不着他啊，他一直在跑是吧，我是实在是打不着，实在是打不着。这里呢打一套，然后呢我想试试隐身一三下 A， 因为我知道这个张辽可以打三下 A， 我想试试呢能不能隐身一三下 A 他倒地我再 A 啊。然后你看这里 A 三下倒地他出来我再 A 不着了跑了啊。现在的话呢就是怎么说呢啊，张辽开启了一个溜傻子的模式啊，没错，我就是那个傻子，让张辽我好多溜，特别开心 啊。除了特别开心我说不出来别的啊，我恕我直言，我真不知道做这么一个 boss是为了什么啊？你看一刀就死是吧？啊，这里呢，我前面就说了，吸不吸血都是一样的，就在这儿。这里呢，我想继续 A 啊，我就现在我就明白了 ，A 不过他，那就算了，直接呢暴气护水吧，没有别的招了啊。这你不用必杀的话，根本就打不了这个 boss。要么必杀，要么道具，要么变成动物书啊，连没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怪的话呢，一挨打他就会招一个小兵，小刀兵出来，不挨打不出兵，一挨打就出兵啊，这是这个 boss 的特性。然后继续再必杀。之后的话呢，我会故意死一命，因为呢这个张辽的话呢，打死以后啊，你在90秒以上打死呢，他会爆一个酒壶，然后呢你90秒以后打死就没有了，就跟收威严令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这命我是决定死掉的，因为我这个气的话呢，啊你去打这个武神是不够的，没有气的话呢，你命再多打武神都打不了。所以说呢，我这里是死了一命，然后呢我穿了个衣服，我怕他再给我打死，再给我打死的话，武神命中错率我就跪了。这里呢穿个衣服 AB， 终于呢拿下了这个张辽。然后呢，由于我刚死的命。90秒以上，他会给我多出一个酒壶，我就相当于呢用一命换了个酒壶，因为我背面道具六把剑占的地方太多了，实在捡不了酒。那么 OK 啊，咱们呢还剩一命，进入这个本游戏的最后一战啊，最后一战，武神登场。这里的话呢，这个左思有时候有时候没有，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不太了解。我特意呢为这个武神呢准备了九个飞碟，然后呢开场他这个大招的话呢，直接扔衣服，因为不能防，我去试过，一防就砍死破防。然后呢扔完衣服呢你也打不着的，只能那么撞，没有别的招，或者呢撞起连招，我是先撞一会儿，等衣服快结束了我撞得起连招，哎，感觉衣服要结束了撞起个连招，然后呢丢飞碟起连招。这个武神的话呢有一个强制跑路的一个能力啊，很屌，就是说呢他挨打你连招连一半呢他就可以跑路，什么时候跑取决于他的心情，他想跑他就跑，他不想跑他就不跑，邪招没有。这里的话呢，这个武神的防御力也是加倍了，我加了几倍我不知道，武神的防御力是很高的，比别的武将明显要高的太多了，我这四件效果打还这么不掉血。然后呢继续还是这个飞碟，就是飞碟 8A， 没有什么别的好招，再飞碟他最后一个气用掉，如果没有那个酒壶的话呢，你后边没有这个气打这个武神是不掉血的。当然了，我张灵剑其实我现在伤害已经够了，张灵剑加动物书已经够了，我呢就想试一试。这里的话呢是我说我延迟防反了你们信吗？
我估计你们不能信啊，这里是继续包一个九，再来个飞碟，再跟他打一打，我还有三把张灵剑，一个连点他就直接就死了。然后呢，我并不着急啊，这里去躲一下，躲一下，飞碟没中，防反，防反，防反也能起招。如果什么道具都没有的话呢，你抱一个气，防反也可以这么打。这里呢，我不准备再跟他玩了，我怕翻车啊，我扔个动物书，我再试试动物书的连招，动物书能怎么连啊？结果呢，发现动物书他就往最底下跑，打不着他了，只能怼。怼几下动物快到了呢，我就跑路啊，换一个张灵剑扎他一下，三个张灵剑肯定是死了，然后三发张灵剑，你看一发能打这么多血，我三发张灵剑连点狗能打他一条半，当然了，剩那个血量不连点狗也就死了。这里再来一发，看看最后有没有诈尸啊，能不能安排一个枪？哎，有，他给我枪枪安排了个别的这个情节，这个诈尸张灵剑不让点，开个必杀，雷你防不住了吧？来再扎个尸我看看，啊、不炸了，那么他终于死了。这里这些道具呢都没用，莲花也没用了，毒镖也没用了，最后的话呢只剩那六把剑。那么呢这个三国战记一统中原无双版诸葛亮的一个六剑通关也就给大家呢带到这儿了。那么呢我是本期的解说永恒啊，这里的话呢如果各位呢也手里呢有自己打得非常不错的一个素材，感觉特别满意，不是太冷门的游戏，然后呢看起来特别流畅的话呢，如果想啊让我来这个解说一下的话呢可以联系我，我的企鹅呢是371159923啊，这里就加我就可以了。那么呢伴随着视频的结尾啊，我是呢本期的主打者和解说永恒啊，如果呢大家喜欢我做的这个各种视频啊，然后呢大家不妨可以帮我点一点关注是吧，这样呢每天的这个更新啊你们就不会错过了。那么呢咱们今天的视频到此为止，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